好，来看这一局啊，小快递，我们是苏军对吧？准备延伸到旁边的邻居家里去。这个小黄呢，他是盟军，是盟军的话呢，肯定顶不住苏军对吧？我们直接延伸过来，哎，直接造个兵营，但是卡住了，好像有人要拔线了，不要拔线啊，直接延伸过来，然后出个六人准备投他的基地。再出个兵营呢，把家里的油田占了，对吧？抢别人的油田也得占自己家里的油田啊！以前我经常说，你别光是抢别人的，等一下自己家里的油田被别人抢了，然后把他基地一头卖出一个六人，再把他的油田拿过来啊！这样小黄都没了。他这个手速慢了一点啊，就算快的话他也守不住，因为苏军的电厂呢要比盟军造得快，低保的就要快一点了。然后看中间的粉色，中间的粉色也是两个兵营延伸到小红家里去，那个小红也守不住的对吧？但是他就是没有占自己家里的油田，你看陈猫猫就惦记他，出了个六人去占他的油田没占到啊。然后我们把邻居带走了以后呢，现在呢我们就准备整这个淡蓝色啊，你看淡蓝色也是个苏军对吧？这个小红把基地又搬到中间来的，他在那个粉色家对吧，搬到粉色家里来，然后粉色又把基地搬到红色家里来，你看他们两个人互换了一个地盘了。这粉色本来在中间的，延伸到红色家里去。我们先出个六人造一个防空车，准备到中间把粉色的油田拿过来，这个粉色抢小红家里的油田，自己家里的油田都没有占对吧，没有占，把它摸过来，哎，摸过来甩个地堡保护这个油田啊。然后这个粉色呢本来在中间的，他搬到红色家里去，让那个橙黄色记恨他，你看到没有，橙黄色又去打这个粉色，然后这个红色在中间造了个兵营，疯狂出兵，我的坦克赶快过来保护一下这个油田啊，这个油田既然占到了呢，肯定要保护一下，不要被他们抢掉了对吧。然后两个坦克先打掉地堡，打掉地堡以后呢再打掉红色的基地，这个红色呢基本上守不住了。然后你们看小绿，这小绿就过分了，他重工不造，他左边造个船厂，右边造个船厂，你看到没有，一看就是不想玩游戏的对吧，就是上来恶心一下人，他左边造个船厂，右边造个船厂，把这两边的油田呢全部打掉了，你看到没有，打掉了紫色的油田，然后这个上面呢又打掉了橙黄色的油田。这个小绿这样玩的话呢，他自己都起不来呀，他重工都没有，直接造两个船厂花了2000块，然后左边造两个驱逐舰，右边造两个驱逐舰，你看把左右邻居恶心的不行，但是他自己起不来啊。现在我们就小心这个淡蓝色，你看淡蓝色一排个地堡，而且坦克跟我一样多对吧，肯定不能冲啊，谁冲谁吃亏。不着急，我们反正呢经济比较好，我牛车多对吧，他只有两个牛，我有三个牛，然后我的地堡呢排排放，哎，就这样放啊，他那上面三个地堡打不到，只有前面一个地堡打得到，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再甩个地堡，哎，我这个地堡放在这里，我两个打他一个，他后面的地堡打不到对吧，然后我这个地堡呢又打你重攻，打你重攻你就受不了了，要冲过来，不冲过来重攻保不住啊，哎，直接用地堡打掉你的重攻，然后再甩个地堡，他坦克要比我多啊，一直在点我的坦克，不要慌，我们躲在地堡后面，哎，你坦克多也不慌对吧，我们有地堡隔挡伤害啊，然后你又点我的地堡扳手修一下，他打完了以后呢我再甩一个躲在地堡后面隔挡，哎，你点我一星往后面说，然后再隔挡，看到没有，我是主战场，你坦克多没有用，根本不慌，直接把他坦克全部，哎呦，没整赢也没关系啊，他只剩下两个坦克有什么用，我经济比你好啊，你经济没我好对吧，然后你造地堡，我用两个地堡打你一个地堡，然后再甩一个吉祥三宝，你看你有钱吗，你没钱的呀，你重工被我打掉了，又造一个，我再用这个地堡再打你的重工，看你有多少钱造重工对吧，然后这个淡蓝色基本上就没了啊，我三个坦克走过来又可以打你的牛车，又可以打你的矿场，你过来以后呢我就点死你的坦克，然后那个陈猫猫在打那个小绿啊，为什么打小绿呢，因为紫色也在打小绿，你看到没有，为什么打小绿呢，因为小绿比较过分对吧，一上来左右邻居甩船厂，左右邻居甩船厂，他们两个人是记恨那个小绿的，然后这个淡蓝色守不住直接带走，这个淡蓝色打的还是可以的，但是他经济没我好，我两边矿对吧，然后再造一个矿场，现在有四个牛的，然后把这个陈猫猫的牛车打掉，现在看看场上的局面，对我有威胁的就是这个橙黄色对吧，橙黄色三个牛这么多坦克，他对我的威胁比较大啊。这边两个人呢没重工的，而且那个小绿造的船厂呢他没什么钱啊，这个紫色飞行兵要打我，中间来一个防空，
既然这个小绿呢，他不，我看他不像好好玩游戏的，因为好好玩游戏都不会这样玩，对吧？啊，左右邻居造船厂，自己都起不来。你不好好玩游戏的，我也过去整他，对吧？我准备的把兵营呢延伸到他家里去，延伸到他家里去，直接甩一个地堡，用地堡呢打你的电线杆，然后把家里的坦克全部派过来集中一下啊，先打掉他的。打掉他的电线杆，他升了个三星大兵，升了个三星大兵，甩一个地堡先点掉你的三星大兵，这样呢小绿就守不住了。你看守不住以后呢，要拔线走强了，对吧？直接打掉你的兵营，你看又卡住了，一卡一卡的，然后再甩一个地堡，两个地堡呢再把他的矿场打掉，让这样的话他就没有钱了，没有钱什么都招不了了，对吧？现在我们就小心橙黄色，橙黄色出了高科技了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出了高科技，有可能想造光灵坦克啊！不着急，先把这个小绿带走。这个小绿呢，他这样玩呢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也不是不可以。这样玩的话，就是自己呢就没有想过赢，对吧？没想过赢，把左右邻居整得很烦，我就地堡把他带走啊！带走了以后，然后看橙黄色。陈王上要造光灵坦克，对吧？他就犯了一个失误啊！你造光灵坦克，你的坦克都没我多，你敢造光灵？我直接这么多犀牛坦克冲进来，冲进来压掉兵，然后直接把这个陈猫猫带走啊！造光灵的前提，必须自己坦克能守得住才能造。你这个飞熊坦克跟我犀牛坦克差距这么大，你还敢造光灵？然后就直接吓死了，对吧？好，再给大家带来一局小快递啊！这一局小快递呢，我们就是个盟军，然后中间的紫色一上来就把基地卖了。为什么卖掉呢？因为他觉得中间的不太好玩，对吧？中间的胜率比较低，所以说他就不想玩了，直接投降。这样的话呢，中间有一个白色的香饽饽油田啊，但是这个香饽饽油田离我比较远呢，我要去占的话不一定占得到啊。先出个六人把家里的油田占了。然后上面的是苏军啊，这个苏军没有延伸到我家里来。哎呦，刚说你没延伸，你就甩了个地堡，甩了个地堡，赶快跟他拼地堡啊！因为那个地堡呢，等一下有可能会打得到我的建筑，所以说我直接甩两个地堡，先把它解决掉。哎，你跟我造地堡，我继续造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修一下，再造地堡。我一看我造了很多地堡呢，我就不出重工了，因为造了太多的地堡比较卡钱啊，干脆出空子布，造电线杆延伸到他家里去。哎，你还甩地堡，你看我的地堡已经拼赢了，你还甩，我两个地堡在这里，你还甩地堡。然后我们出个空子布，发现我是个法国，对吧？是个法国的，那我就直接造大炮了。本来我还想造电线杆延伸到你家里去，我是法国，我直接造大炮。然后出一个飞行兵打六人，你看他造了个六人想来偷我，对吧？想来偷我，等你的防空没出来先打死六人。哎，打死六人等巨炮啊。然后看看下面，下面的小绿直接把那个红色带走了，对吧？这红色基本上守不住了，先甩个大炮甩到这里。哎，甩到这里呢可以打得到重工，先把你重工打掉。然后上面又是个法国，你看这小黄悲催了，两个大炮整他，上面大炮打基地，下面大炮打兵营打重工。哎，直接带走，对吧？带走了以后呢，我们看看要不要整一下小红啊，因为小红呢他还有个兵营，我主要想把小红带走呢，我要开发两片矿啊，上面那片矿呢肯定是占不到，因为上面有个法国，对吧？我们干脆还是抢下面的矿啊，把这个小红带走，等一下可以把基地拖过来，看看能不能抢到抢他的油田。哎呀，刚说完你就投降了，油田爆了，对吧？而且我延伸过来，这个小绿有可能会打我。我们等一下，等这个电厂过来，哎，造个电厂，造个电厂，把大炮放在这里堵住路，对吧？堵住路，而且我们这个大炮呢，还可以打他的地堡，先把他四个地堡打掉。哎，先把四个地堡打掉，等一下造个兵营，造个矿场过来啊。然后这个陈猫猫看到蓝色是法国，他很慌，所有的坦克冲到蓝色家里去。这个蓝色好像被整死了啊，蓝色基地被打掉了，出不了大炮了。这个陈猫猫呢打蓝色，自己家呢又被粉色偷的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我们这个飞行兵是主角啊，这飞行兵赶快过来补一刀，基地还一滴血，哎，吃个经验，看到没有？飞行兵打掉基地可以直接升三星啊！这一盘的亮点呢，主角的就是我这个飞行兵，哎，我这个三星飞行兵，看到没有？先把蓝色打飞，
然后这边想来推我基地，你看他想来打我基地啊，我们随时拖动基地。这边坦克冲进来，对吧？冲进来要打什么？他想打我的电厂，我们赶快修一下电厂。哎，我有三星飞行兵防守，哒哒哒哒哒哒，看到没有？谁说飞行兵打不死人？他打我基地也没用啊，我主要有三星飞行兵，两个大炮，对吧？然后先走到上面去，把这个蓝色带走。哎，谁说飞行兵打不死人？但是我这个飞行兵是三星的，这小快递升的一个三星飞行兵还是比较厉害的。然后飞行兵把蓝色带走了以后呢，我们再来打这个绿色跟粉色。绿色的吓得有一点慌，出了一个防空车，看到没有？小绿是苏军的防空啊，苏军的防空不好整，但是这个盟军的防空呢，他也造一个。你不是苏军对吧？哎呀，这苏军吓死了，我有大炮准备延伸过去了。然后你造一个防空怎么守得住？三星飞行兵直接秒掉你的防空车。这个三星飞行兵啊，最少都要造两个防空啊，一个防空守不住。我这是三星的呀，你看不起我三星的飞行兵是吧？造一个，然后你说防空炮，我们赶快挪动一下，挪动一下没有用啊。你这个防空炮它是死的，它不能动，不像防空车，防空车可以动，对吧？然后我走到这边来，走到这边来打你的矿场，哎，打得到，它防空炮覆盖不到，看到没有？它把基地搬到上面去了，避开我的大炮。但是你避开了我的大炮，飞行兵你咋办？你没有防空，对吧？然后打掉矿场以后，再打油田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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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油田一炸呢，就把它的兵营电厂全部炸掉。我估计他在造防空炮啊，但是兵营一炸，哎，兵营一炸，防空炮出不来的，对吧？然后你现在只剩下两个电厂，而且你的电厂摆在这里，摆在这里呢，等一下打断电又没电了，防空炮又不响，我直接打你油田。哎，你没有兵营了，出不了防空炮，你刚出的兵营防空出不来，然后油田一爆，砰的一声又炸掉了他的矿场，直接受不了，飞行兵打不死人，谁说的？